期待已久的王牌综艺《中餐厅六》的嘉宾阵容曝光，分别是黄晓明、殷桃、尹正、陈立农和张若楠。从曝光的路透来看，他们第一期节目是在湖南郴州录制，全员都是打包小包的带着行李赶往中餐厅。这一次非常好奇嘉宾又会带什么奇特的材料来。之前传了很久的张若昀和谭松韵并不在此次的常驻嘉宾中，网友表示看来又是拿两人的知名度溜粉的。其实这次中餐厅六的嘉宾阵容非常不错，小明哥已经成为中餐厅的招牌，没有他的中餐厅是不完整的。殷桃是演技非常厉害的演员，但是很少上综艺，这次来中餐厅六，粉丝们可以好好了解这位宝藏姐姐了。尹正和黄晓明这对冤种兄弟再次合体，不知道会贡献什么名场面。陈立农除了唱歌还会照顾萌娃，应该能胜任跑堂小哥，顺便看护一下萌娃。张若楠这样的美女成为晚妹就太可惜了，在前台当个伴妹还是非常亮眼的。你对中餐厅六的嘉宾阵容满意吗？欢迎留言讨论。